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飞哥，我们继续玩回忍者手游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忍者大猜想。这个家伙应该是鬼童王。阿飞是吧？应该是宇智波鼬。钢丝鬼鲛。听声音啊，天天，哎、啊，这是旗袍天天还是疾风天天啊？好敬业，这泳装呢还是不泳装呢？泳装的，泳装的，露到胸了是吧？麦特凯。这什么鬼啊？左近右近，还是骏马旅？骏马旅。雅里雅里，这有点像谁来着？药师豆。牧野丸。大河啊，对吧？那个鬼灯水月，耶，这什么鬼？角度？左井，还有一题，还有一题。啊，卡卡西吧，全对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都很厉害。啊，我们去打一下这个吧。欢迎，反正这个需要吸人的比较好打，是吧？但是我去找个有女智奶。还有女智奶行不行？这个抓球实在是不好玩，没有配人好像要配人。佩恩搭上这个游泳自海是吧？应该就好用一点。太能跑了，这家伙。哇，怎么这么多球？怎么又变成破坏球了？这组合和昨天都不一样哎，那我就不应该用这个家伙了。昨天那个球简直跑得太厉害了，今天这个球还有点像球。我这个可以招个在那里，就可以让他自己打。这时候应该要放波纹水门了啊，让他弹来弹去。
87个。怎么再放一个忍者思想？放波风水门吧。87个。昨天晚上明明是那个球非常会跑，抓都抓不到，今天又变了，是不是说昨天那个太难玩了，根本是在捉弄人，然后临时改了，改成这个套路。戦闘開始。我操，这一炮给他打的。他怎么不打了？这么大个球，他掉线了。不错，打了95个球。我们看一下排名吧。我排180。这什么鬼？这怎么玩？不知道。算了，今天就玩到这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我的解说。